那个跑马灯到底怎么用？嗯。跑马灯啊，不是都会，就是可以用跑马灯吗？那个字啊。不会啊，我会干嘛问你？你声音很大声哎。不知道，当然没有啊！算不用了 谁追你啊？傻眼。212算快。我有跑过。1011，行。
不要给我选了。走都没人。哦，这个好烂，不准确。这里的人感觉都烂着烂。你也去呢？不要上了啊！还好吧。他是上得来没？6-4-3。那个神龙，又不认识他，干我什么事？那么闲，小菜鸡。你就要秀是不是？接小菜鸡，你就要秀了是不是？哪个城？哦，他哪位啊？怎么大家都认识波多？他那个头哪要认识谁？啊？呵呵呵。
之前去你们常去你们 SION 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把我记住，好可怕。他就记住我一开始那个 ID， 然后后来子宁跳过来你们这队的时候，他就跑来问子宁我的 ID， 就是改过的 ID， 然后他就跑来加我。然后有一次我开跑跑的时候，想就看到他来加我，想说这人是谁啊？为什么要跑来加我？而且我记得我没跟他跑过啊，为什么他会知道我的 ID？ 那是一之前啊，后来我改第二次，对啊，你懂。你有加我吗？哎、欸，你好像有啊，你好像有加我。对，好像是。对，好像是。啊？什么？我没办法，好像。不是，哪里奇怪？对，好像是。对，好像是。哦，不要给我选啦！不会选关了。好像有啊，你好像有。对，好像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要不要叫过来？叫过来啊！谁死了？谁死了？哦，快跑啊！你有加我吗？你好像有啊，你好像有加我。这队友太专业。勋哥啊，这队友太专业。对，好像是。我们是。有给我，对，好像是。你在开直播、哦？
欸，大补的，大补的，欸，啊？会怎样吗？会怎样吗？不会吧，我们又没踢他了，他那是玩具，他们是每个人都这样吗？勋哥好像开五改绿的，他都在吃鸡哦，不玩嘞。哦，治好了。可能看到你吧，有你，不要来啊！你选一下，为什么他不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在用东西。不是啊，你应该叫勋哥过来，我们就对啊。哎、欸，大福死掉了，勋哥死了，他在第四了，他在第三了。呵呵呵，护膝护膝，哎，对不起啊，他上来了，哎 欸，勋哥停车啦！你快上来啊！然后尤里在我后面，很紧张哎，拿不到了呢。凶！凶！
对谁啊？哎，你自己的声音关掉了，你干嘛不开啊？这样只有我声音哎，好尴尬啊！给我打开哦，给我打开哦。想开一下，开一半就好。打水喽！你当时想听这个？有啊，听到了，单纯一点点而已，挺心酸的吧？我靠！刚刚都卡水，他撞我一下，我直接变到隔壁那一道、欸，哎，他死了死了！你们这样不走之前的路，都在那边卡死。不卡水怎么行？不卡水，勋哥也都跑到前面了，不会再回来了。哎，靠呀！我看你是。完蛋，追不到了。就算我没撞，估计也追不到了。军哥也撞了啊！哦，他掉，他掉了。他那个一定是太累了，领跑不稳了。他刚想停我，哦，我闪过去。我停到这里了。我们又回来了。我看，小林快把他杀掉，把他杀下来我们就赢了。你看他这个人，又想停。他心里有，终于内线了，终于内线了，小心！哇，想停嘞，超坏。这个又是谁？这样开顺吗？怎么这样子？等下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起的啦。军哥也讨厌。又没怎样。
弄他。给他上来啊，在我后面，好紧张。家狗好吵，它是又怎样？他是怎样？看到你就想笑。就问他啊，他看你的，就问啊，就问他说你哪位？为什么要连带我？他要死了。要怎样？一直点，一直点，就对了。压着也可以。我第一次有去第一个就弄啊，啊，因为就那个队长就说就问我要不要来当啊，就说都可以。
哎呀，抱歉。要秀哎、欸，被勋哥过。神加速。嗯？为什么？啊，现在不是还不错吗？军哥在，你怎么闹也是不行，我退也是不行。叫你，呵呵。没有弯进去。那个蘑菇还想摘、欸，
怎么又倒了？呵呵，没拿第一砍金油、哦。对，你把自己的声音打开了没？会，而且你不是有在播音乐吗？就放你餐厅的。东西。截取将开锁门。好啊。截取将开锁门。好啊。差这么多。上去闹他。我就在准备要杀你，你还过去给他杀？看新世界做的怎样？
去拿东西。在。是的。大补的都还可以。哦，来乱呢。哦，哈哈哈。刚刚去开冰箱，回来一个手好冷。哎，我掉下去了，我被那个新世界撞到掉下去。凉凉啊！你在干嘛？赶快去前面跑，来后面跑。不是每天都在玩吗？我说你。那，我们队友怎么死？应该知道你要干嘛吧？冷了，好冷，好冷，60层高。
你不快乐，3000多少？断麦啊！好乱哦！哇，有人飞起来了，好像是那个红茶飞起的。太扯了。太扯了，勋哥卡在那边。我信你个头！不要跟我说，因为你认识波多。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嗯？因为每个人打我第二个字都打西，他们以为就是念西。哎呦！你们班啊？
要飞了是不是？这样我赢赢啦！上次那个谁，偷偷在那边飞，要飞要撞小呆他们，结果还撞。你有就是稍微撞到我，他到底是谁？录下来给波多看。哦，她是女生哦。先准备啊，先去。硬。他打死。